现在是5:40，然后我今天打算去医院继续查我的脊柱，然后预约的是9点多的号，所以我要早上起来，充满能量，给自己做一个富有仪式感的早餐，就是有一个美好看起的早晨，毕竟因为平常我早睡的在家，能够做到。就是泡通心粉儿，因为它熟的比较慢。首先按下两个这个按钮，要展现我笨拙的刀工。切累了有点无聊，边切边看歌。开心点，戴手机神器。赶紧去洗个澡，大概40分钟就能到医院，拜拜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经历这种就是重大的疫情应该是2003年非典，那时候还小，不太记事，然后第二次应该就是今天第一次感受这种很沉重的氛围。上一次大爆发的时候，我在长隆里面隔离，通讯信息不是很发达，就是没有真实的感受到，就知道这件事情。然后今天出来第一次体会到。照完了这个片子，出了一个结果。医生说，骨头并没有事，但日常生活要随时保持正确姿势哦。回公司了。这是我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记录生活。生活是一条长线，
但时间会把它蚕食成仅有的几个片段放在脑中，但它是灰尘的，模糊的。文字更多是一种输出，是一场情感的表达，它或许可以增加这个片段的饱和度，保留一定的色彩，而相机的出现为这个片段增添了更多质感，记锐化，有磨皮，让你清晰地记得哪一段记忆是潮湿的，哪一段是心安的，或者是局促的，张牙舞爪的。这些真实的你重现时，你会觉得是浪漫的，漂亮的，活在当下是幸福的。这是记录的魅力，也是让我内心保持色彩的药方。所以希望我的 Vlog 2快点上线哦，拜拜。